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型催眠节目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，看三国杀就看 BBD，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喜欢本节目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哦，有条件的朋友充电挂一下粉丝小白牌，谢谢你的关心和支持，你们的支持就是视频前进的最大动力啊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啊。今天随便念首诗啊，作为开场白，咱们马上开始今天录像啊。今天录像非常的精彩啊，嘟一声哨响，比赛开始。今天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啊，就非常的精彩啊。第一局主持打完地叫胡游叉叉啊，这个被迫选将啊，被迫营业。这个张任还开着呢是吧？来看看你这局的张任有没有什么发挥呢？一号位刷刷防具，哎，有驴不错啊，贾诩的什么驴啊八卦阵都不错，别人很难下掉。哎呦，说八卦阵，八卦阵就来了，那全装上很香，一套神装一起，无敌于天下。跃进，把连弩丢了呗，没啥用。你这种将也摸不到几张杀的，丢掉。这个邓艾出来，他也没有去兵后面弄后面，应该不是位，他觉得你不是位，我就干你。反正我都出来了啊，我忙的就是队友啊，我管你是不是队友。先驱真舒服，群攻也舒服，太舒服了。改善。我说邓艾别误伤，你去伤这些人啊。行，那伤吧，感觉都不是位吧这些人。他说什么？五号你不掉血啊？怎么不掉血？这不掉血了吗？应该是不卖血。什么叫不掉血？好，看打。这个人很难受啊，只能出来反抗，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啊。你们都把我黄营压成这样了，我还不起身这个反推你们。我看这人掉血，哪个人不掉血？你打哪个人，哪个人都会掉血的，有不掉血的吗？你按着打恐龙可以不掉血。黄云英暴走吧，再不暴走你就没有机会了。这被迫开南，好帷幕，这里可亮可不亮吧，不亮你就出个啥问题不大，你看起来不像什么大卫的样子，咱出来你就出来了吧，这都是小问题。有的人总会说，哎呀，你技能都开了暴露毒条了，那你还是打的少，你去路人打打，有几个人能看出毒条来？没有几个人去看毒条的。这边这个黄云英一顿暴走，看起来很厉害，但其实也没咋地啊，凶了半天啊，但是没吃人。王兄不吃人怎么行呢？不过也没啥位了，这什么 LE 啥的也没有什么位出现，估计是没啥位了，你都有个荀彧不出来吧，其他类的就当全部是位吧。这个局吧，应该魏国造不成什么大患了。咱们是群，那群雄在现在这个局势下肯定比较强，所以说有可能炸群，但别炸无就行啊。对面救了一下，有可能是鼠吧，鼠不是鼠应该不会去救了吧，也没什么意义了。哎呦，这救的好有意义啊，至少王平开出大来了啊。不过八一如果你是鼠，那肯定也能开出来。还来个什么三号关羽，三号主将关羽。还是嘴炮，一会儿看看是不是关羽。还搁这发三号关羽，三号关羽，人还是管不管？三号爱关羽不关羽？人先开了，谁还等关羽？等个鸟。好，一顿操作。你这什么法船长王法齐聚啊？如果真的是关羽，那看来蜀国成灾。有点麻烦。好，这个人不想玩托管，喜欢托管。我早就说过，在这个版本赤令随时会出现，你喜欢托管，只要赤令一出你就掉血，别老喜欢托管，这老送老鼠营没意思啊。送啊，这是关羽吗？我看见孙坚我就乐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乐吗？因为每次你们的弹幕里经常出现一个四血什么什么的，你是孙坚你们就要说吕布关羽，是关羽你们就要说吕布孙坚，是吕布你们就要说孙坚关羽。好，那现在对吧，这个孙坚来了，人家邓艾说关羽没问题吧，有毛病吗？
咱们回去排局啊，主持人这里不想动，也又不能表示自己看戏，所以就待着了。因为三个鼠两个卫什么的，还有五个，让他们去打吧。结果这个太史慈一暴走，准备把魏国蜀国全带走。行，那全带走吧。全带走的问题是，马上你要挨揍。黄莹莹，你能带走吗？啊，有可能带走。死了都要叫，不是死了都要爱吗？雷杀。再说死怎么就不能叫了？爱的时候不就是要叫吗？不要瞎想啊！谁瞎想，自罚一杯。好，万念。休了我，坏了，没留闪，坏了，八卦阵不好使。圣人之智道，看看吧，看看是福是祸吧。杀这个东西也有用的，后面可能很需要杀。哎，我突然发现旁边这不是、庞士元吗？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此地乃落凤坡也啊！那你迟早得被落凤坡，等着吧。铁骑，你迟早得被落凤坡。真实的历史来了，我感觉这局不单要让落凤坡，还要这个断龙牙也要出现啊！龙凤让你们齐断。这里人王盾杀不进去，只能看戏。你别说看戏，没办法，人家奔王盾一个空城，拼赢，然后呢，没啥鸟用。收了我，休想全身而退。决斗给了，不是只能打你吗？除非你一雷杀，你一雷杀人家敢揍你。这个局其实已经很难打了，倒不是咱们不出力，是真出不上力，白板儿。商人就这样，就白板儿。不过别一会儿真香了，无懈宝。虽然我打的时候不能出力，但我保保你还是可以的。这个笨王刚才有个红杀。但是拼点你得出小点，现在又这其实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就会说了，如果我是太子，说贾诩你还不出力，你也不亮将，你也不出力，我生气了。关键他真出不了力呀、所以你有时候有的时候你盟友是白板，他有时候真的没办法，真出不了力。这个局你看，你如果站在贾诩视角，你就会觉得他就会看见他没法出力。但如果在孙坚视角，你就会很容易，是不是？你换位思考，你是不是很容易感觉他在看戏？这就没办法，他怎么办？他就算亮了张任用了怎么办？多摸一张牌也未必会能怎么样啊！不管怎么样，孙坚反正被击毙了，只能自己一打二了。他想怪你也怪不了了。红杀终于来了，闪！好，穿，他肯定不乐意，那就继续等机会吧。哎呀，继续等机会吧。感觉是不是可以装藤甲了？呵呵，八卦阵未必好使了。这个庞统，你没肉装备，你这回合要被穿了吧？哎呦，这样的火红咒是吧？可以，那火红咒嘛，再杀呢？你看之前那么多杀，现在都没杀了。白板嘛，白板就是这样。你看你一个人的时候不也在看戏吗？这也是白板，白板的无奈，白板的悲哀啊！有人说这局怎么赢？诸葛亮你打不过，确实啊，那咋办呢？哎呀，来下先穿了再说。摁穿，这也只能留九杀下河，准备带走了，没办法，就得这么拼，一打二了，拖的时间越久越输。诸葛亮还能给找桃子，还能传递桃子，他咆哮了吗？憋了半天了，终于要咆哮了，就看这个八卦阵了，挡不住人就死，没办法。加一八卦带了一身的，加一八卦灌石斧都是这个贾诩张任的一个神器了。坏了，要出事了，要打到一血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完全看不到赢的希望啊！你们能看到吗？你们能看到吗？吐不是很正常吗？他探了那么多八卦，他也关不到。他手里有个九，他手里应该有个九吧？乱舞，来杀！你不会没留九吧？留了闪和无懈，那明显留错牌了。对面有灌石斧，一定是留九和无懈的。这里穿诸葛亮必穿，即便杀了法正，也依然很难赢。但法正留牌肯定是错的，肯定是留九和无懈的。这边有灌石斧，没有乱过舞，所以必留九和无懈。因为你有闪无懈，他乱舞灌石斧你就死了，很容易想明白道理。
不管怎么样，反正就穿了你，带走你，但易学怎么赢呢？刚才穿诸葛亮，诸葛亮不愿意穿，所以导致诸葛亮装备没了，所以他短时期内未必能找到装备。易学，吊着就有机会。好，九杀，抬走。刚才法正扔了个九，咱们打了个九杀，没酒了。如可以，虽然没有打到断龙牙，但是啊，让你龙直接死，龙凤皆败啊！这就是传说中的龙凤嘛，卧龙凤雏。平时咱们卧龙凤雏以前是个褒义词，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贬义词了啊！这边卧龙凤雏都被弄了啊！好的，那看下一局。主角玩家叫林科啊，蜀国刚才被暴揍了，现在蜀国要报仇了。这国张任故意不选是吧？故意不选张任夏侯渊是吧？再也不怕穿了，当然你主将也不会被穿。不过马王平肯定要放副将，因为有可能有马谡。来看看这局，右宝，右宝十胜，大宝是那个武林高的大宝。身份局的是这个小宝啊，国战是右宝，右宝还这么嚣张，还这么滥用先驱。绿皮儿，哎呦！我看你们绿皮儿开桃，我就觉得你们绿皮儿要完了，真的要完了吗？坏了，还真开桃了。这局也很有节目效果啊，一定要看完。这个反正绿皮开团之势已形成，那接下来打呗，铺开了打呗。顺手牵羊，顺手牵羊，杀！这里有二张都不需要出杀，杀庞统干嘛呀？有啥意义？有二张就是一个团队牌，你们吴国记住，主打的是一个团队，而不是说无中生有，非要打死谁立刻。你吴国他不可能立刻打死谁，他需要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。而且这边是个庞统，你杀庞统一刀等于自己少一张牌，没意义。因为本身就有啊，如果没二张，你想杀就杀吧。有二张，本来你们所有牌都是共享的，每一张牌都很关键，所以没必要杀庞统。杀！不怕死，就尽管放马过来。很多人可能都觉得一张牌什么一细节啥的，哎，都不重要啊。但我认为很多牌都很重要。铁索连环。你看，你如果刚才那个杀自爱，你现在就可以跟他拼一下，你甚至可以变身。对不对？你杀庞统一刀干嘛？有什么意义呢？这边运气不错，添过了。开元节，开始绿皮无尽无休止的折磨。其实绿皮吧，他折磨人的地方主要是出牌慢，但也没办法。绿皮这个国家，它就不是暴躁的国家。我也说过多次，绿皮想赢就是要靠磨，慢工出细活，没办法。所以你们也别嫌绿皮慢，因为绿皮要像魏国那么打的，90%都是输的。我做了这么多录像，你们也看这么多录像，凡是绿皮像魏国群雄那么去打，90%都是输的。真正赢的绿皮都不是那么打的。但是呢，就绿皮这么打，就所以就别让别人很不爽，就因为你慢嘛。很多人现在都快餐文化，很喜欢快，但是还是要持久，别什么，你看个视频，你2秒3秒刷一下就得了，你办正事儿就别2秒3秒。南蛮入侵，这个不知道在说什么啊，什么先看，这边又是贝勒的什么的，也不知道怎么打，看了个南蛮。你看你所有的牌其实都是共享的，你有杀什么的防南蛮也挺好哈，这边弹他。准备弹死他，好，救一下，好，他换掉，不知道换是干嘛的啊？换有两个阶段啊，节目效果一出现，虞姬把自己换死，真的，你点的时候看一下，你不有两个阶段吗？好，白给一个，本来就难打，然后还白给一个，然后王平还开不了大，你看别人玩王平都是稀里哗啦开大啊，咱自己玩王平就是。就白玩，单庞统玩吧，先捆上都。伤一敌，利用减位来输出吧。输出一下，这匹驴可以继续捆上，驴没啥用。
重铸也行，反正别挂了，挂了没什么用，不需要挂，他愿意砍你砍你吧，给你砍你，绿皮不是喜欢砍你吗？给你砍你牌才好呢，要不翻翻不了盘，桃园那不行，那不许，不许一点，是不是好？好，杀一刀啊！你一说你杀一刀就杀一刀吧，因为你十二张嘛，对吧？这里吕范就不要杀庞统了，因为。有二，还是那句话，有二张，你每张牌都作为一个团队牌。另外的话，你把庞统杀到一血，后面寻幽点微动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把庞统打逆盘，对于你们极其不利。不要让庞统去涅盘，这都是一个思考量，没有这个思考量，你多给二张扔点牌不好吗？杀庞统，对吧？因为就是你们要明白，当你大幽的时候，把庞统打到一血，一定要慎打。你不要觉得你把庞统打到一血好像没啥，但后面但凡因为后面还有其他人，他明显是跟魏国联动，魏国只要把他打逆盘，你们就很容易出问题，他会五张牌启动。这边绿皮儿疯狂的打魏，打不死，打不死，打不死，对吧？那就人家继续反抽，好像也看不到什么翻盘脸。你看你们范大妈，这每张杀都很有作用啊。反正主角暂时不想逆盘。其实这种时候就是你就有可能涅槃的一种可能性啊。心中有邪，怎能懂得花香？你看这边杀什么的都浪费了，然后被南蛮一顿射，然后就自己还掉血啥的。嗯。七策十二。反胶。庞统当然他不想涅槃，我也能理解，并点位动。但一会儿点位也可以送你涅槃，这个牌可能还是要涅槃，不涅槃可能还是不行，打不了。反正不要把庞统打成，你看这个利用他来输出挺好的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各种大铁锁啊，庞统作为庞，你看这一涅槃，所以庞统你不要乱砍。好，救一下这个丁混是没有杀的，这个南蛮很可能会带走他们，就不敢变，这个没花了，先开南吧。南蛮入侵，便宜嘛，应该先不挂了。那怎么没想好吧？你看呢？你看，你多扔一张牌，这点小伤。你看，你的每一张杀都会关键的，你自己浪费桃，浪费队友桃。还救了他一下，可能想收吧，因为弹死没什么意义。你看，就每一张牌，你看之前吕范看起来无关紧要，杀一刀庞统，影响是不是巨大的？是不是就是蝴蝶效应？浪费了桃子，然后导致丁奋还死了，然后还让庞统涅槃、爆炸。接下来看看有没有一波清场的机会，各种大铁锁连起来，非常舒适啊。还能过牌，先留个梅花吧，万一能收到火龙啥的呢？看看，单庞统啊，要带你们飞。不过是棋子，你不要觉得南蛮就两张，这现代的国战牌速滚动很快。你看南蛮又来了，你自己看看牌堆的流速，高手是时刻注意牌堆流速的，很关键。借刀，能不能打死孙膑要看点缘分了，因为这个决斗不好讲，他有可能死不了，看缘分吧。伤一敌，可怜其好，该过的牌都过完了，赌一手，50%，其实是超过50%能活的。好，全过牌过完了，你看他正好到梅花了。为啥超过50%？因为还有桃酒呢，除了天香牌。起来吧，过河拆桥，火杀，再继续锤。好，庞统华丽的一波演出啊，死了一大票人啊，你们自己看死了几个。虞姬把自己崩死，把自己换了，庞统一大波收割。别着急，后面还有节目效果。还是打庞统，行吧。但典韦应该不太会去打庞统吧？在他的视角，肯定还得弄死周泰。周泰你不死，你一会儿变身变个厉害，直接一波战。不过他直接给抬走了。那打典韦怎么办？他直接一吃鸡，你就他没刀还好，直接吃到一血就没了，怎么办啊？好，两张杀，看能不能给他压到一血。不给他压到一血没了。
这货好不留无限都没留，留两个闪，真的畜生啊，禽兽啊！顺手牵羊，看我三步之内。训练顺这个可以，他主要是想强骑，是演绎中能强骑的。杀！再来一刀，好，给他压到一血了，可以。你只要没有刀，咱俩就互相砍，看谁砍死谁啊！杀一刀闪。节目效果二来了，他想强袭死人家，兄弟，你一血，你先死。节目效果二啊，这局真的节目各种节目效果拉满啊，而且还能学到姿势啊。徐叔，你看徐叔点位的样子，就是死不瞑目的样子，知道吗？就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我强袭，不是应该他死吗？为什么我死了呀？啊，单将单帮手。没下去，就是这玩意叫春意阑珊。嗯，经常投稿的一位朋友啊，也总看我直播的一位朋友啊，咱们看看他总看我直播能不能学到我的技术啊。所以看他选吧，就只能四血位了呗。夏侯惇曹仁，奔着单挑去的，因为曹仁团战没啥用，典韦团战有点用，但单挑也还行。那曹仁单挑是真的强，许叔手牌很不错啊。八卦小镇，兵下八号，这个闪过了。好，看看一下你为什么兵别人，你为什么要对别人下毒手？你其心，哎呦，扔桃来了。你其心可悯吗？其情可见吗？扔桃一般不是位吧？拿个三进两刀要耍刀了，是拿个闪拿个闪，要玩杂耍了，来吧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这个六也拿了个刀，没拿杀，刀对他很有用吧？杀，也不拼点，先直接来一手啊！觉得说我没别的意思啊，不要误会。黄奕说我误会了。倒不是他误会了，是他要出来疯了，出来暴躁了，陪你疯，陪你浪，陪你喝酒到天亮。雷杀，然后他也没得打吧，也没出来位，他打泰尔茨呗，虽然泰尔茨没打他，但主要是没出来位，你出来位他给你打位了呀。当然也有可能位没到头，比如六他是个位的，比如说他是个巡游吹毛，我要是六我是巡游吹毛，我肯定不出来，我疯了，我出来我找死呢，对吧？这里待着吧，不动，不要去乱杀什么三眼不外，说我是位我就必须杀三眼不外，那是怎么？我只能送两个字，杀掉。你杀一刀又能怎么样？杀一刀除了让他来打你能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又打不死，再说了又打死又能怎么样？所以不要到座位就去跟疯狗一样咬三血不慢，这真的，我这个在我都忠告你们多少次了，为当疯狗一样咬三血不慢，那是你们开团，你没开团不要当疯狗，你去判断一下，好好判断一下到底什么身份，你杀了到底有利没利，这才是关键。好，当然绿皮表示自己很屌，你看这绿皮这就明显不会玩绿皮的，那你去杀国，咱不说他是不是国家吧，你去杀他一刀干嘛？除了削弱你防御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能打死他吗？他就算不是卖血的又怎么样？他是比如说他是无，你杀一刀赚了吗？他是属群，你把他激怒了他就出来干你，而且你杀本来就防弹完了，而且你屡犯，你多一张牌你就多一次变身的机会，这种绿皮就白给，你去死吧。国家一个人都能把他们抬走，你就因为你杀一刀国家就一顿爆发就把你锤了。绿皮的打法就不是这，不要觉得自己很屌，什么多招杀就非得出，绿皮很多时候要气杀的，懂不懂？绿皮很多时候是要气杀，量入为出或者不出杀。咱这个屌毛运气非常好啊，变了个周泰，不过他倒明白一点，就是孙尚香没卵用，不变你就死了。因为很多人啊都守着这个孙尚香啊，就是不变啊，孙尚香是个宝，我怎么舍得变呢？我不变，不变你就死啊。他至少明白这点，他变了，变了个周泰，给了自己存活的力量啊。这里国无忌还是要交的，毕竟出来三个绿，是三个绿啊，赤令一出，这个对吧，那局势已经很清明朗了，死了个绿，好还开啊，
这种都没必要，这种你就算打了黄蓉能怎么样呢？这种万箭都属于没意义的，真的真的说我人家没啥意义，你想开就开吧，除了让陆逊死得快点没啥意义。乐吧，乐住，就想全乐住嘛，那乐吧。请休息吧。休息，他休息啊，夏侯渊可以不乐了吧？没啥乐了。好，不敢面，能出来吗？咱们有无懈，咱们想出来就出来，不想出来就不出来。啊，孔融肯定不给他打无懈，他牌肯定给这个郭嘉，对吧？王莹也不给他打，咱们自己甚至都不想打，说实话，他还是打了，行，可以。让他出出力，打就打了吧，我觉得也没啥，自己倒不用打，因为自己也没啥用，冰一下呗，就出不出来了不关键，所以还是有大局观的，至少说没有说光是光顾自己，但是你不给黄莹打也不是不能打，也能打，但是黄莹打打无罪，对你们也没有坏处啊，不用一直虚报做法余粮，你打不出杀了，没杀了，他不出杀就说明他没杀了，这种人有杀怎么可能不出呢？过河拆桥，拆过河拆桥，拆光光，然后呢？铁锁连环捆绑，没属性了，捆绑就肯定没属性了，啊，至少他没有做出什么捆绑陆逊，然后九杀普杀陆逊的这操作，至少这点还可以。我就说了嘛，大乔你的万箭就是陆逊的催命符，啊，不要觉得你很赚。好，大乔把他老公害死了，还杀，还明示，一局比赛如果明示能多次发动，那说明场上有大菜逼，是吧？你那样，你发动一次就发动一次，有的时候忘了，那这藏摁藏，不舍得练，你还练不练？看我鸟似的，我猜对猜出你是什么，我现在也不想说，这里不要刚黄莺啊，没有意义。咱且不说什么还有绿什么什么的小乔，对吧？就算没有，你刚才有什么用？他一堆牌，还不如这个时候不刚，即为刚，就是示好。很多时候就是争即是争，不争即是争，懂吗？对不对？你看你刚了有什么用？你这不明显示好。好，这吃啥过了？虚报啊，没啥出的，无中带着。你夏侯惇也是夏侯惇低嘲讽。郭嘉可能差不多也高，那他就去死吧。咱们有曹仁兜底，至少单挑还是不拘很多人的啊。该是好的是好，对吧？要讲点人情世故啊。啊，无懈。九。我现在就打周泰呗，大家打周泰这个经验宝宝呗。大乔小乔确实一时半会儿大家都锤不动，也没辙。过河拆桥。拆桥加一驴。方便我流离，呵呵，你看出口成章，将军切莫吃令给不了，别想，吃令一丢出来就没了。铁锁连环，好解了，盘了盘，经验宝宝啊！既然大家都在打经验宝宝，那吴中肯定不开了呀，没必要开啊，你也就跟着去打经验宝宝就行了，是吧？他昨儿死那是他的事，他死不了就死不了。你这时候开了吴中就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你打吴国，你首先大乔小乔你也打不动，你也就是打打经验宝宝。你真开双吴中的时候，你肯定是要对黄月英或者孔融下手，甚至可能对小乔下手。你不开就留着。他不杀黄月英了，跑来杀咱们来了。他觉得他想占便宜，你看路人特喜欢占便宜，因为他本来要扔两张，他就来杀一下我就，不然他肯定不会杀的。他给他杀死黄莺莺去了，反正都打我们嘛，我打谁不是打？也不去打恐龙。雄虎风灯，不惜去命。别弄。打的热火朝天。这个局一时半会儿很难破解啊，主要是大乔小乔也不好搞。就这样。不然的话就得把他拖下水，但你现在也没法去把他拖下水，你怎么拖下水啊？杀不进，刀砍不进，枪扎不进啊！请休息吧。开源节流，做法余粮。不乐黄月英了，你还不如乐黄月英呢，乐孔融干嘛呀？真妙的，
那孔融也跟鸟用了。185级，185级咋的？瞧不起185级？我那个视频观众里肯定有好多185级的，咋了嘛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看他手牌什么？没啥看的。其实你可以看看五的副将吧，红的副将不用看了。不过也无所谓了，看曹仁这种将看了就看了，他就是单挑厉害，但是你现在离单挑远了，没人管。好，周泰没想到成为全场最嘲讽的角色，这确实是谁都没想到的。我是大乔，我就不救了，没必要救啊，他怎么都是死。当然你用真桃救就救吧，真桃没什么用，但不要用珠子救，为啥呢？因为你要想好了，这个局因为你是去打残局的。不要用珠子救，你真逃就了吧。反正我是不会用珠子救，因为这个局明摆着你让吕范周泰一个人打这几个人，就全场都在打他，你能打得了吗？你看他，对吧？你打不了，所以你珠子救就浪费。你逃救呢无所谓，逃反正这种东西没了就没了，你反正后面再留三张。接手。好，太阳坛谁是他的事了？太阳坛欢迎就唐欢迎，太阳坛国家就唐国家。闪，顺手天阳，顺手天阳。那他可能会杀黄莹莹，因为黄莹掉血了。就这样吧。看一看啊，哎呦，他可能要把国家弹死了。替我挡着。还弹黄莹，就是不弹国家。哼。杀。啊，随你。当然，他这里也可以去杀恐龙。九杀恐龙了吧？杀。好。九杀恐龙，那恐龙死了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啊。华佗，黄莹救吗？黄莹救个鸟。华佗也死了啊，一直被乐，还行。对于吴国来说，少个敌人啊，少个敌人都是好事儿。量入为出，利息秋毫，这没必要杀吧？好像啊，当然他收了华佗，不一定是闪，可以理解吧？杀一刀，袁天过，你看这两个无中续报到现在，对吧？一会儿中哥又有用上的时候。第一次见两个武松从头续报到现在，乐不思蜀。第一次见吧。天下西长，好，他急眼了，他觉得周泰没用了，我要变。这回要开了，因为他变身了，他赶紧弄死。外面好像有无界，这黄莺莺的嘛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续报的牌终于用上了。就是因为你是白板，那你肯定要有续报才能去打出输出来，对吧？你看续报的牌，这一下就过了这么多牌，就等于你瞬间。变成一个这个能过大量牌的人就很强，能不能打死吧？先尝试一下，打不死。翻面啊啊！翻面，好，太好了！你们注意一个细节没？当军令出现翻面的时候，主视角激动的打开了巨手，巨手真乃神技。所以面对嗜血魏国的时候，不要加选翻面，不要加选翻面。太刺激了，你看有多么激动啊！这里小乔敢去弹血吗？他可能不敢去弹血，他可能只敢留体力流失，一般是不敢去弹血的，因为容易出大事。好，远交啊，万箭！你看他本身是个白板，通过续报把自己变成不是白板了。这一波过了多少牌？本身是个白板吧？夏侯惇还不是白板，所以不要乱用牌。就是整个思路还是很好的，然后打他说人家打工位，大哥你一会儿看看有什么将，你再说打没打工。你爸爸来了，还打工吗？他还手呗，你弹呗，削弱你防御，一会儿干你。接手，好，给个刀，大将军聚首这一刻是多么的开心，让我想到了这个身份局新入一样叫什么来着，罗线是吧，还是什么？就是可以一翻面的，一直翻一直翻，干他！浅记了红色啊，他运气也是差，八卦阵，他怕了个梅花，怕别的都是那什么，都无视啊。那肯定抽这个，他琉璃，那就收了就收了呗，跟他单挑呗，怕什么？他跟烂大小乔毛都没有，曹仁还怕他？我觉得不怕，一点不怕，他乐就乐呗。首先他会断乐，其次他乐乐又怎么样？又打不动你，他能打动你吗？顺手牵羊，
大将军不是吊打你吗？烂方片是吧？杀！打到两拳你就废了，你基本上赢不了，因为他夏侯惇可以虚报夏侯惇曹仁过牌虚报，直到参顺鼻祖的把你压到一拳你就废了，快跑吧兄弟！我就随便一说你就跑了，但是你大概率也是打不过的，你只用一手闪电赶紧劈了他。但闪电你就可能都来不及，因为人家可能会有拆顺，过牌量比你大。这局也是比较精彩的，咱们看下局，一局一局的看。主持人地叫月夜独狼，然后我经常看有的朋友说后面带这个的，后面带这个人家不也投稿了吗？看看这局他选什么，一般会选巡游逃避吧。好，他选择大奶加周泰啊，有周泰绿皮是可以玩的，没周泰绿皮三血这种绿就不要玩了，弱爆了，太能死了。有周泰无所谓，你想玩就玩，喜欢玩绿有周泰可以玩。好，这是什么何太后吧，骑手两匹驴不错，长辽一特务，下一刀看看你是不是位，一试便知。好，他表示就是位，他倒不是说让他解命，他是主要是想看先驱的，咱正好打到个群里。铁锁连环，来吧，魏国先蹦跶吧。啊，不过你们这位有点渣，哥，你们这位有点渣。这货也不知道出来读什么，这有什么好读的，我也不懂。读了个寂寞啊。魏国开团好困上，好，他想属性杀张辽，哥你能杀到吗？你旁边什么 bug？ 别 bug 了，你压根就杀不到，还搁这 bug。bug 你妹，他要属性杀张辽杀先生，那你就属性杀后面的不就得了吗？那既然杀不到就杀后面的，后面又不一定有闪，就出来个环形沙漠客。bug bug 别动不动就 bug， 你能杀到吗？你杀不到火攻。新手好吧，新手理解一下，新手往下加杀呀，那不都连着，反正你本来也目的不就是准备打属性杀了吗，对不对？你本来的目的不就是打属性上吗？那就杀下，万一他没有闪呢？你既然杀不到张辽，好，救一下，可以。秉忠贞之志，就当换脸牌吧。其实不救也可以吧，因为他暗的收了。那你怎么就救吧？人家何太后收更不爽，何太后开吃令了。那咱们练个周泰呗，卧龙，黄忠。坏了，大鼠那不用杀位了。更在何时？大哥，有点狠啊！恕我直言，有点狠，都挺疼。张辽表示我还能扛得住。这尼玛，这一群鼠，感觉有点打不了了。这里卖个血，因为一会儿要结阴了，而且保留一手连弩的可能性，毕竟大鼠了，尊重一下。雷杀。黄莺没杀，那桃肯定是有的呀，不可能没有的呀，怎么可能没有呢？我突然发现这有个奖费卧龙，还有个赵云奖费，我曾经做过无限连营组，这很猛的无限连营，你别说还真有连组，我就那么一说。好，这顺刀，他不无限，也不知道是没有还是怎么着，那你爱有没有，反正我过牌了。以逸待劳，你的计谋被识破，这也不让过了，急眼了，把换连弩呗。无中生有，哎呦，顺手牵羊，接着顺秒黄忠，顺手牵羊，反正楚国有可能有庞统，他不知道是谁，也可能卧龙，那没办法，只能先杀你了。结果他就是凤雏，没办法，这还真没办法，关键你没得杀呀，你不能杀卧龙嘛，不能杀赵云嘛，赵云还有动态皮肤挺骚的。好，越近配合一手，那就配合一手，这叫连弩，怕黄莺拿吧，行，可以理解了。无界不许出来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是刘禅吗？准备放权吗？刘禅好像在主角选择框啊，不知道是啥玩意儿，还亮不亮。我的建议是你亮了吧，你哪怕是个四血将，你就多存点，也有可能是什么夫人之类的。
又开个烂桃园，不当人是吧？想当狗？伤一敌，可怜其百。杀！中！反正打得挺热火朝天的，楚国反正也不厉害。这边有五六件啊，一会儿黄莹莹注意一下，因为他是沙漠哥，让他喝酒还是干嘛的？枪如霹雳，马似飞蝇，枪如霹雳，但还是感觉打不过楚国，有点弱。满剑刷牌，秉忠贞之志，守千兔之计。哟，这黄莹莹手里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啥都没有的，卖血卖血。你可识得此阵？该卖血的时候卖血，没问题。只是有几次卖血都是，就是你玩周赛的时候，你该卖血卖血，每张牌都很关键。旁边赌一手，然后还可以补三，可以补，而且有可能打九杀，这边还有个槽。桃吃了怎么？桃吃了屈服不了了，哥。这八卦这水的一匹，我黄忠那边还有个桃。你让黄忠先出，黄忠先出不是可以摸一张吗？嗯，行吧，随你。你桃多，你任性。就你老婆，你任性。一计再连一计。寻之力打错了，没屈服，哎，挺可惜的。他不然的话，他其实当然屈服好像也打不死，但是你还要把那个桃炸出来。你应该先九杀，然后再驱虎何太后，何太后减一可以打到黄莹莹。武林悍将，威云万水千山。这黄莹莎漠客，这怎么又桃园了呀？不是刚桃园过吗？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这个赵云的皮肤叫做取月耀武，借赵云啊，是这个配合这个蜀国的那个。就蜀中的节日了，出了一个皮肤啊，这车哪去了？刚才感觉能打过了，但突然发现又打不过了。事情就是这么作弊的，这边还被乐了。怪只怪你，毒，小鸡，单小千阳。哎呀，这有卧龙奖费好烦啊，有奖费也挺烦的。还要是狮子嘛，可以，反正要打九杀嘛。连上雕虫小技不让连，怕打属性可以理解，其实没属性。劫道黄忠还有个桃打不死，黄忠个明桃，我卡着他连赢了也还可以。桃要留一下，劫阴留杀可以，这都没问题。上牌录像的主视角肯定是他经常看我直播学到精髓了，这个朋友应该也学到精髓了，打到目前为止他打的都是可以的，该卖血的时候卖血，该弄什么时候弄什么。后宫之中，岂有、这边刺毒还有桃吗？还有，毕竟黄沙沙皇，这个还得救啊，不能让死。这局真的是刺刀见红了，就双方拼到弹尽粮绝。蒋飞这个武将吧，他单拿出来其实很弱的，但是真数个开头的时候其实挺恶心人的，因为你总是不能把他最后一张牌搞光。去战河来后让他拆下就打不死。对啊，但是有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你不杀河来后，就是河来后可以收牌了，还有五六，对，还有五六。南蛮好，这边把河来后发育了，所以咱们继续卖血，要保留杀的。你要知道在逆风局的时候任何一张杀都是很关键的，你后面可能就断杀了，你这种剑不一定能断杀。保留一手杀，这回又开始了，又开始连赢了，又开始过分了，又开始表演了啊，正常。在录像里对吧，主视角无限连赢过，人家的配角就不能吗？啊，又来了。感觉他要入局了，可能主视角要出杀了，不想卖血了。这个南蛮下去蜀国可能要崩，所以他不卖了。刚才因为蜀国没崩，好，又开始恶心人了，又开始他妈的桃子连桃子是吧，但这个总打死了吧，又开始了。我的天哪，这就是奖费吗？你看蒋飞这样真的是这样，就开团的时候他巨恶心，里边扔了个无懈，
有了个啥呀？全场一血，你会发现全场一血，驱虎都驱虎不了。八黄银这八卦阵是真的水，各种水，水的一匹。哎呀，终于坚持不懈下杀掉了，太难了。这要再杀不掉，黄银沙漠客再动就游戏结束了。冰凉寸断，主要卧龙的信仰不行，卧龙要是一直黑，那就无敌了，根本打不了。天国，哎，该人家运气好了，这一手天国可能要把魏国搞崩。吾等特来助阵将军。吾等特来助阵将军。这不，敌人占了先机，这什么？吓我一跳！这就是赵云皮肤的声音。我说的，这是那个配合川剧做的一个皮肤啊！你看，在这唱戏声中就把这个魏国全灭了。等等，咱们也有机会。啊，骗吴谢！特来助阵将军，圣手千阳。这个差打吴谢很菜啊，骗到了。这个差你打什么吴谢啊？他。喜欢拆打无懈是吧？嗯，然后拿连弩过来，好，又留桃又开始了。但是虽然拿到连弩，但没杀，好尴尬。这蜀国就是一血吊着，但各种连，好烦啊！不过咱们还是有机会的，咱们毕竟是周泰。周泰，真捆了个寂寞，有啥用啊？这不知道捆了个寂寞，还不如过点牌呢。这捆纯属扯淡，美轮美奂，你捆的确实美轮美奂，大不了你跟他一起死。人家周泰，人家还在乎你这。好了，要爆了，所以说爆将总是有翻盘的可能性啊。谁理你？看你的信仰了吧。这铁锁不解啊，不用解，不用解，不用解，先来一刀，死了吗？好，还不死，那九杀了，你肯定没有闪了，有闪肯定出了连赢了呀。啊，九杀你连了又能怎么样？孙尚香不就掉个血吗？他死不了，所以你还是应该重铸，改变排堆，改变世界线。很多时候，一游戏就是由世界线所改变的。看信仰，这个赵云一出牌就唱戏是吧？你的信仰并不行，前面信仰过了，后面看来还是孙尚香更信仰一点。这局也很精彩啊！今天的四局是不是都很精彩？觉得精彩的扣个一，嗯，一个国家一个一样啊。最终孙尚香还是依靠自己的爆发获得了比赛胜利啊。好了，今天的录像就全都放完了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啊。喜欢本节目的朋友，觉得 UP 主不易的朋友，记得一键三连充电哦。咱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